门对千棵竹，家藏万卷书，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啊。谁干的？能飞得特别高，我想就做一把梳子，还能梳头。那就做个凉席，躺上去特舒服。哎，不舒服吗？你们都说的什么？先生，你们说的这些东西我都不堪入耳啊！梅、兰、竹、菊，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四君子，特别是这竹子，被称为谦谦君子。你拿这竹子想干什么？先生说的是，我本来想拿这根竹子呀做一根长枪。拿君子当长枪？我想也不是特别合适，所以就干脆做打狗棒。用君子去打狗？相公，喝点茶。哟，谁来的信呢？我的同窗好友冯先生，哎，他说要带领他的弟子前来万卷楼，来看望我。但是，怎么了？这是好事儿啊！我还是写信回了吧。为什么呀？哎，我那几个学童让我放心不下呀。古人云：“不以善小而不为。”气死我了！你就说那竹子。倒了不但不服，反而又出了什么凉席呀、什么打狗棒啊、什么扇子啊。相公，我看是你大惊小怪了，不就两根竹子吗？咱们院子里有的是啊。竹乃君子，我一直想把他们培养成谦谦君子。哎呀，冯先生来了以后，看他们如此顽皮，岂不笑话我？说我管教无方，丢了万卷楼的人。哎呀，至于吗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不是我的，我们出去。不是我。哎，别走了，先生，这也不是我的啊。慢点跑，杏花。这是我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写信回了他。哎。让他们开开眼。见识见识二闹的功夫。好，二闹厉害。东郎他怎么不说话呀？先生可能会拒绝他们来万卷楼。误会呀，先生可能是觉得我们做不到谦谦君子，连勿以善小而不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他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这副德性。那就让我爹多找些竹子种在咱们花园里，先生不该高兴了吧？先生不光是为了竹子，而是为了让我们更知道怎么做一个谦谦君子。其实谦谦君子是什么样啊？看来我们得从勿以善小而不为做起了。那还有这儿啊？知道。阿嚏，怎么样了？保证没问题，就算有只苍蝇落在这上面，它也得打滑。阿嚏，你在桌子上抹了油啊？行行，你让一下，我就差这点了。你把院子扫完了？哎，放心吧，我早扫完了。青青，夫子的香已经上了。好。先生来了，先生来了。今天我们上这种。小心点！这什么啊？哎呀！今天是啊，我的壶啊！
这今天是谁干的？先生，哦，好早。哎呦，先生，虾已经上过了。哦，哎呦，今天地面如镜，桌面如镜。哎呦，花园里一片树叶都没有啊。孔圣人的香也上了。哎呦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我有这么好的学童？念君子要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孔子曰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嗯，好。竹如君子，我们也像竹一样做谦谦君子。嗯，你们能理解到这一步，为师甚是欢喜呀。先生，那件事儿。那件事儿，哪件事儿？就是啊，先生，就是有好多人要来咱们万卷楼的事儿。哦，关于冯先生带他的弟子要来拜访万卷楼的事儿，我自有主张。先生，我们可以保证每天都这样，您能督促我们？对对。哎呀，这谦谦君子不是督促出来的。嗯，谦谦君子要有一种。信手拈来的感觉。先生是在无意中吗？当然。先生，我现在……你现在就想当那谦谦君子？哎，有这种想法就应该去做。可是我怕……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啊，要勇敢的去做。那我做了。嗯。那我真的做了。嗯，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打得我眼冒金星。二刀，你干什么你？你头上有只蚊子被我打死了。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你看这些蚂蚁在搬东西呢。哦，是你们都干什么呢？哎，别放下来！哎，等这些蚂蚁过去了，你再放下来，不然会踩到它们的。好，好，那我绕过去走，总行了吧？哎，要注意插旗子的地方都不能走，这些都是小动物常出现的地方。误会，这么多呀？难不成您让我长上翅膀飞过去？哎。先生，你们几个在干什么？先生，我们在学谦谦君子对待小动物。这些插旗子的地方都不能踩。嗯，是吗？你们现在进步不小，为师甚是欣慰呀。哟，都在这儿呢，来来来，吃西瓜，吃西瓜了。啊啊！快快快！哎，都过来吃啊！站着干嘛？师娘，君子要张弛有度。先生没动，我们也不能动。相公。你看你把孩子们吓的啊！我什么都没说啊。相公，那事儿都已经定下来了，你还卖什么关子呀？那事儿，对啊，定了，真的。是啊是啊，定了定了。先生啊，看你们这几日都学着做谦谦君子，而且呢都做了许多的事情，正好呢让他们看看咱们万卷楼学生的德行。啊！不可得意忘形。是，但是啊，相公你也来吃啊？牙不行啊！慢点慢点，还有呢，别抢啊！甜吧？慢点吃，还有呢。慢点吃，慢点吃，还有啊！哎呀！谁扔的西瓜皮？哎呀，摔死我了！哎呀！明日，先生的好友冯先生带着他的学生们要来万卷楼。先生，我是既高兴又担心呐。哎，先生放心吧，我们几个肯定能比过他们。比过他们？哼，冯先生的那几个学生可是了得，熟读诗书，彬彬有礼，那真是君子啊。哎，他们的武功肯定没我强。打架呀？我是说从德行上比过他们。哎，
先生，学生谨记在心。对，一定要做一个谦谦君子。二闹，阿替啊，为师最不放心就是你们两个，一定不要顽皮啊。先生，学生我一向都是很听话的呀。你很听话，往人杏花身上吐西瓜籽儿。那这离我太近了，能怪我吗？先生，我保证以后再吃西瓜，我把西瓜籽全都吃下去。先生，我吃西瓜从来不吐籽。你的西瓜皮扔得不错呀。哎呀，我现在四颗牙还活动呢，让你摔的都。对不起，先生，那我以后吃西瓜连皮一块儿吃。行了，西瓜皮之事为师就不予追究了。要记住，明日冯先生他们来了以后，阿替、杏花，你们好好招呼着，端茶倒水勤快点。好。东郎在学堂大声读书，明白吗？芊芊领着他们四处逛逛。专拣好看的地方啊。是。哎，先生，你怎么把我给忘了？你为师有重要的安排。啊，是不是让我练一套给他们看看？哦，他们来了你开门，他们走了你关门，门童非你莫属。你别笑了。哟，二闹，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呀？师娘，我要做谦谦君子。做君子好，做君子好。哎呀，哎呦，这院子这么干净，都是你打扫的？然也。哎，师娘，怎么了？你这脚底下是什么东西呀？没什么呀。嗯，你。哎，师娘，我刚打扫完，冯先生明日就要带他学堂里的孩子来参观咱们漫卷楼，他们要是看见花园地上有泥，会怎么想？怎么想？哎呀，会笑话我们的。这万卷楼经历百年风霜，静静地矗立在龙马镇，他像一个老人。一个老人？不准确呀，那就是一群老人。一群老人？还不正确，那就是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二闹，别想了。再这样下去啊，当不成君子，你就成傻子了。哎，师娘，我把您脚底下这个泥抠了。哎呀呀呀，别管他，起来，二闹。师娘问你，是不是先生让你这么做的？是。拿着鸡毛当令箭。哎，落叶！哎，师娘，你快看，这还有落叶呢。我要是回了家，明日万卷楼的地上还有落叶，那冯先生看了会怎么想啊？爱怎么想怎么想，来，拿着，拿，走，师娘送你回家，走。哎，师娘，我留下来，我要打扫万卷楼，必须得回家休息。你要自尽呐，快下来。站在这儿，站好。哎呀，真是的。你好像不高兴。学生没有不高兴。没有不高兴，这个嘴撅这么高。哎，这边。你别跟过来。你呀，傻。先生让你站在门口是别有一番用心的。你看，那客人一来，你是不是第一个看到啊？人家好的地方你第一个就学到了，要是不好的呢？不好你也是你第一个看见呢，你就可以指出来吗？哦，明白了吧？先生，他们来了。谁呀？哎呦，冯兄，哎呀，来就来，还有礼物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一向可好？哎，还好还好。好，好，来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你们好。冯先生，冯先生好。我出一上联，万卷楼的人对得出，我们便进去。好，请讲。来吧。花雨，酒疯。这花对酒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也还算工整。好好好，看来你平常吃的那些肉包子没白吃嘛。我加一个字，飞花雨，撒酒疯。
要是点点飞花雨呢？回回撒酒疯。好好好，请请。好孩子、啊。你等。刚才表现不错。哎，怎么想到的？先生，我爹喝多了，他就回回撒酒疯。我娘平时就管他叫酒疯。妙哉妙哉。回回撒酒疯。什么叫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？就是我打这个。二奶，二奶，你想干什么？先生说了，不能瞒着无礼，要做清正君子。可是他们太无礼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别闹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阿七绣花，你们怎么也变成这样了？你们不是带他们参观后院的碑帖吗？是啊，对，是参观碑帖。可是有人拿小刀子在上面刻字，还把我弄成这副模样。还有绣花，误会呀！他们说还要爬到上面去玩耍，对，太不像话了。哎，他们都快把万鸟楼拆了。对，是，快赶他们走吧。走，走。哎呀，太乱了，没法读了，没法读了，简直太乱了。啊？你没给他们讲道理？对呀，讲了。你看，就把我弄成这样，他们还说什么？说万鸟楼坏话。误会啊！他们说万卷楼实在太没意思了，还说咱们万卷楼的先生是无能之辈。误会、啊！他们真的是这么说的吗？然也，然也呀！岂杀我也！对，我们要把他们打跑。好，去准备东西。哎，好，你们扛住！我的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先生，拿这个。我准备好了。且慢，我问问你们，什么是谦谦君子？要做谦谦君子，起码要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这些都是先生教给我们的。可你们到了万卷楼，吃完东西到处乱扔，别人同学在看书，你们在嬉闹，这是愧对圣人，有辱斯文之地。你们还要在碑帖上刻字，那是先人留下来的行云流水的锦绣文章，盖世无双的书法，凭你们现在的德行，不配去看。说得好，你看看你们，成何体统？二农，先生。我没惹祸吧？二农还不见过冯先生。冯先生好。先生，您要是兴师问罪，就把我带走吧，跟东兰他们没关系。哎呀，我真是佩服得很呐！这万卷楼真是藏龙卧虎之地，名不虚传呐。你真让我刮目相看呢！哎呀，万卷楼有如此崇尚圣贤之道、有责任敢担待的真君子，指出我们的缺点，真是良师益友啊！顾兄，你能调教出这样的学生，真是了不起呀！哎，哪里哪里，冯兄过奖了。都过来，来来来。
我们要给他们作揖行礼，以示歉意。多有得罪，请见谅。免礼，免礼，免礼。今日很高兴认识了万卷楼的贤者，为了弥补我们的过失，我们要现在改正，善小而为之，恶小而不为，做一个真正的谦谦君子。嗯，听你们先生的话，那就是真君子了。上山学堂北。